裁判员判这一件是香港队进攻，双方相持以后，香港队的进攻更为主动一些。 好，裁判员现在是维持原判。莫子维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是战胜了韩国的李书，比14-1的，也是打得非常焦灼，非常精彩。 进入了半决赛当中，莫子维进攻反攻，莫子维的紧逼进攻，遇到了无效。 莫子维在前面一场当中体力也是消耗了很多，防守还击无效。在花剑比赛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的下剑的点变化的非常多，包括持剑手的侧面和后面出剑都是有可能，进攻无效。 莫子维的进攻被杨金凯防守，现在主动权转换向前紧逼。好见，莫子维点的变化还是很多啊！这件上步捞到地球，最后下身是在了他的腰那个地方。是，还记得上一场他班尼斯的时候，最后一件也是次腰决胜，对，非常漂亮。 双方相持，裁判员觉得香港选手更为主动，比分3-2。到警告线，那底线了，进攻反攻，已经推到警告线，没有办法，是的。 进攻无效。啊，这个是裁判自己要回去借助 video， 是在双方相持的情况下，可能速度太快了，裁判员没有看清主动权，重新用 video 确认一下。 还是相持中的杨金凯进攻反攻，他可能觉得香港队更积极主动一些。是的，武器的击打找回主动权向前紧逼，防守还击没有补件得分，这件也是很漂亮，从后面刺到的，是。 裁判员觉得莫子维的重复进攻没有成立，还是进攻第一次没有进攻反攻。
嗯，这件强攻非常漂亮。现在香港男花的整体水平也是非常高，比我们熟知的这个张家朗，张家朗对吧？但是今天张家朗决一剑输给了韩国选手。对。击中有效。花剑是允许双方运动员进站，对，裁判员给了香港队一张黄牌，躲避交锋，他拿身体迎上去了，影响了对手刺中有效部位。对，好剑，这剑跟进好剑，现在跟进的非常快，在对方第一次进攻没有，第二下跟进非常的快。现在比分来到6-6。又是一件刺腰，今天他这个剑我们看到好多了啊，是我、至少我们看到有3-4剑了，嗯，又快又准，好剑，很果断。刚刚这件让我想到了前面一场最后一件他的进攻，嗯，非常果断，非常的快，对，然后还手上还带了点的变化，对。我们香港选手提出换剑，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。世剑重新开始比赛。其实，在世界排名上，这个杨金凯排位是没有莫子维高的，是非常漂亮的一件进攻，坚决果断，刺的意图非常明显啊。杨金凯要求录像回放，然后可能觉得莫子维有犯规动作。这件启动也是非常快，预备开始就开始发起进攻。对，第一件没有，然后补件。裁判员维持原判，击中得分。已经打出了感觉出来了啊，只要刺出去都是单蹬了，是时机抓得很好，出手很快了。好，莫子维示意自己的剑松了。在比赛过程中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手柄这边有一些松的话，可以申请一下重新矫正一下自己的剑，以让自己的武器状态保持良好。比赛重新开始，好剑，慢紧逼，对，进攻延续无效，对攻中的进攻反攻，莫子维非常快啊，嗯，非常果断，这一件做的。又是一件进攻中的进攻反攻，比分来到了14-7，赛点。因为在前一场，这个中国队还有一个比较有实力的陈凯威，后来是输给了中国香港的一个选手，应该就是这名选手吧，就是这个啊、对，就是输的杨金凯，也是打得很精彩，两个人啊，对，进攻无效这一件啊，裁判员给了一张红牌，直接结束了比赛。对，我们恭喜中国队莫子维拿到了进入决赛的第一个名额。嗯哼，
也恭喜中国队